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统一投顾分析师陈杰瑞。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回顾一下上周台股的表现，还有下个礼拜台股的一个重头戏是什么。当然今天我会针对三个主题跟大家做叙述。第一个是 ChatGPT 它会不会取代 Google， 晶片股它会不会休息之后有机会再往上冲。第二个主题是一月的营收已经陆续公布，可是很多的营收不好，股价却逆势上涨，现在来讲是不是说下半年会突飞猛进的股票才是目前的一个选股重点。第三个是下周的重头戏，就是 13F 的一个报告，巴菲特会不会持续加码台积电。那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讲述的三个重点。那首先我们先针对 ChatGPT 的一个题材，其实大家有发现，这两个礼拜 ChatGPT 的一个题材非常的热络，因为微软旗下的 OpenAI 公司他们发展的这个 ChatGPT 大获成功，这个使用的人数是暴增，所以也带动了这两个礼拜台股相关的股票，包括了这个 ASIC 晶片的创意跟世芯，包括了这个先进制程的像是影威跟嘉登等等，其实股价表现都非常的强势。现在来看的话，整个聊天机器人的商机，因为整个深度学习，整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所以开启了第三波的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热潮。所以吸引的不只是微软，包括 Google， 甚至中国大陆的百度也都投入到聊天机器人这样的一个题材。好，那 ChatGPT 这么红，所以 Google 它也开始投入到这个聊天机器人的一个部分，但是它的这个聊天机器人这个 Bard， 它的一个这个跟这个表现其实并不是说非常的好，它针对问题有点答非所问，所以大家开始担心 ChatGPT 会不会取代 Google。 但是我们这边认为说，因为 Google 它在整个演算法，在整个搜寻引擎，在整个人工智慧的一个领域，它还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所以我们并不会因为说这个 Bard 它一两个回答问题回答的不好，就认为说它可能在这个领域做不起来。那当然不管是 ChatGPT， 不管是这个 Google 的聊天机器人，不管是百度的聊天机器人，整个聊天机器人它之后可能会成为各家这种百花争鸣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持续投入这个产品就会带来相关的一个商机。以台股来看的话，最受惠的就是在 ASIC 晶片跟先进制程跟高效运算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短线当然有点过热，那回档休息一下，我觉得整个长线趋势目前看起来都还是持续看好聊天机器人会带来的一个商机。那第二个议题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一月的营收其实已经公布的差不多了，那当然电子股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一些比较主要的权值股，其实它的营收它的获利普遍来讲表现并不是说非常的好，因为今年其实还是跟去年一样在反映这种高库存跟终端需求不强的一个题材，所以营收普遍来讲是不好的。但是有一些指标股，包括手机晶片的联发科，包括面板驱动 IC 的联咏，包括 PA 的稳茂，还有网通晶片的瑞昱，他们的营收或者是法说或者是财测明明就不好，可是股价却不跌反涨。当然这种比较反映提前落底的股票，当然它可以短暂的不受到营收获利公布的一个干扰，股价还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但是只要美元指数它持续的强势突破季线的时候，这就表示说短线美元指数稍微止跌回升的，那资金动能就会比较有明显转弱的一个迹象。但资金动能不强的时候，市场就会开始检验企业的营收跟获利是不是能够达到他们的一个预期，所以只要美元指数开始转强突破季线的时候，这些本梦比反映题材没有数字的股票可能就要稍微居高思维，大家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下周的一个重头戏就是 13F 的一个报告，下周的2月15号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规定，资产规模超过1亿美金的机构，它需要在每季结束后的45天内揭露所有管理的股权资产，包括股票，包括 ETF 的多头部位，所以在去年第四季的45天内，就是2月15号，所以市场上其实都会关注，比方说像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夏海瑟威，比方说达里欧的桥水基金，比方说这个女股神木头姐的这个方舟投资，他们的持股其实都是大家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尤其是跟台股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伯克夏海瑟威，他在上一次公布持股的时候，意外的增持的台积电，所以造成台积电的大涨跟台股指数的一个大涨。所以2月15号公布这个持股，
波克夏海瑟威它会不会增持台股，其实这个是市场非常关注的。以波克夏海瑟威它的一个特性，它是价值投资，它是长期投资，它如果刚开始建仓而已，它持续加码的机会其实是蛮高的，所以我们这边会比较持正面的态度，看好在波克夏海瑟威的部分可能增持台积电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这个是下个礼拜的一个重头戏。以上是本周的台股回顾以及下周台股的一个观盘重点。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大家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每周的周末我们都会针对台股上一周的表现跟下周的一个观盘重点为大家做介绍，我们下周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风险。